系，那你从你那边开始跑，我看我能不能追到你。应该很难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金字塔，金字塔，这是哪里？你上跳下去的意思吗？哎，有缓降哎，哦，可以跳关吗？这个不去，又想跳关，整天都想跳关，能跳尽量跳啊！你们跳一跳到一百，直接结束，爽。啊，这个有什么第几关写第几关？好像有诶，二十六。右边啊。哦，好哟。哎呀！我右边怎么没看到我自己啊？嗯，没有吗？应该有吧。右边没看到我自己啊！哦，有了，第二关。啊，我怎么才二？哦 ，tab 是秒数啊。哎、哦欸，好了，跳下去。这里是哪里？啊，这里。啊！人烫熟了。前面的带路没带好，他刚提醒我那边要跳这边，他不是跳那边，可恶！哦，带路要讲啊，要讲出来是这样，别人才知道啊。带路要带好哦，你带路没有讲，别人怎么知道要不要注意？对啊。不管死掉一个是刚刚带路的人错。我右边已经显示满了，所以我也没玩过这关 Q， 所以等于说我没有跑到第前面的排名，我看不到我的关卡。哇！哇！哇！滚哟！有陷阱，陷阱就跳下去啊 ！QQ， 陷阱不就是要跳吗？哎，陷阱，陷阱就是设计来跳的啊！不是的、欸，剑啊，这里可恶，超坏的。睡觉了88，好哦，睡觉了，拜拜。先等月月到65再跑好吗？叫阿 Kikun， 丁 Kikun 呐，丁 Kikun 呐，来第五关了，有没有看到我了？对啊，陷阱本来就是给人家跳的啊，不然设计陷阱干嘛？不然火箭队会很难过鱼。没有错吧？啊啊，歪了。哎呦，哎哎，没有人这样子延迟撇的啦。哦，我这关我特别有特别会延迟撇，气死！那这里要怎么跳？这里是吗？这里是往这吗？好像不是呢。这里我整游回去啊、哦？要回去？啊，过分了。哦，这好，啊，对了，这里的陷阱特别多，
特别多陷阱，中间都有那几个，这个是像那个视觉落差，你走过去的时候咚直接掉一个洞下去。对，没有注意看就直接下去了。前面带路的死掉了，完了，你没有带路的人了，完了，要自己摸索了，完了。啊，这里我不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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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正常走，我正常走，不贪。上一个地图学到教训了。哎，啊，TNT！ 居然没有偷吃布，快说你是谁假扮的？还是偷吃到了，哈哈哈！哎。是要按按钮是分分类啊，在这里的啊，金字塔建筑好像也是哦，诶，哦，还以为他会开门，我这是怎么办？第九关，我第九关了，第九关了，第九关了，我超越刚刚一个超车的人了，我按他喇叭，叭，有人恶意按喇叭，叭，早安，这是一种城门是做给敌人看的概念，哎笑，哦。哎呦，太高了吧！对了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以前去剪头发时遇到的有趣事。别每个人喜欢这么高好吗？心脏会揪一下，下面会揪一下。哎呀，好滑！还以为是水迷宫，原来只有一条路。什么宵夜？没有宵夜，什么才宵夜？宵夜时间。阿弟说要吃不饱。脚好滑。哒哒哒。因为他肚子饿了。很哭啊！我刚刚吃了两份的，几乎是两份的沙拉。沙沙拉超少的，耶！肚子饿了。早上吃了一个七八十块的沙拉，就早上买的，没有吃的放到现在。那再加上他原本的沙拉，再加上猪排，再加上他的白饭，听到没有？因为都只吃沙拉，他肚子饿了。沙拉好吃，他饿了，他都瘦成不成人样了。你别跟着我，你变态！以前去剪头发要搭公车去理发厅，我跟司机打招呼就去就坐。你才饿了，你们都饿了，你们全部人都饿了，赶紧吃饭。阿姐说她饿了，她没钱吃东西。你看，我的心脏那个月月的肚子饿传到我这边来了。我看他这肚子多饿，饿成这样子。等我剪完头发后搭公车返家，结果上车居然是同一司机 W W。哦，屌屌！还有谁？这是哪里？啊！啊！吃了！他有翘翅，他跑过了，可恶！原来是在带路的，可恶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里是哪里？从这里。啊！吃饭啦！今天
吃寂寞吧。哎呀！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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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不能这样哎！听起来是不太妙的东西。仙人掌，你在61关了。那仙人掌，我跳上去的时候，我已经站上去了，但是他们判定我还在跳，然后就又把我弹下去，一个受伤，然后把我直接往下弹。紧急娃娃不好吃。吉娃娃不好吃，你吃过？惊讶，怎么会吃过？为什么？大家跟你说那个麻辣鸡翅比较好吃，就啊！大爆！哦不，不下来了，这里好麻烦。哎，不是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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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这自动跳跃机制，何止哦！啊呜啊呜！谁？感谢哦，一还好，没有超过200块。没事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您饿了，我这里有一些吃的。越饿了，越饿了。柴犬比较好吃。阿基说饿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又来，我跳上去，他又给我一个受伤，然后我又跳更高就下去了。你又来，受伤延迟。你看你肚子饿到都延迟了。那我角色要吃东西啊，他没有给我东西吃。他角色没有给我吃牛排啊。但没有说现实中影响到这个游戏操作。一定是吃太饱了，那个血液都在胃里面，然后就思考没办法跟上。听说您饿了？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我没饿，我没饿，感谢又一大串的吧。他这延迟受伤真的很烦。延迟受伤。什么？它比较好吃？什么？我这里有一些吃的，我还不饿，来请你们吃。加起来300X。不是啊，这个延迟真的是影响别人跑酷呢。哎呦，这延迟，啪，然后啪，这个延迟。鬼鬼！嗨嗨，早安。嗨嗨，早安。对对对，你是故意？不是你这样子很浪费，不是你这样不行。他不想他既加班 XD 抖内洗版，这是延迟。等一下是哪里？然后嘞，然后是哪里？你、啊、不没勾上去。这个仙人掌真的很烦。咦、欸？哇哟哟哟哟！就那个地图就真的是仙人掌很难很难判定那个受伤时间。对啊，我中介了。中介喜欢波妞。我没有跳，然后受伤掉下来。哒哒。优一是为聚聚，所以哈吉哇。优一是聚聚。对。真的是不能有延迟哎、欸，仙人掌真的很过分、欸。
好吃不啊？好吃一下看。哎呀，不行，抱歉。可恶，可恶！应该多一些那种偷吃布啦。啊！啊！这是上不去哦，不是这里吗？哇塞，大家跟翔一样的 W X D 转起来零零 O L。要不要转？我觉得你不要转啊，那运气不好，那转的时间更少。我觉得你不要转，我觉得你不要转。这是想把卡片都抽到一遍的意思吗？讨厌仙人掌。他没有说要转，他没有说要转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优异不要转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要转的啊。转 W W。等等。转盘收起来。再试看看啦，这样才两倍。啊哈，好不好？不不不。你看哈记。他自己都没吃饱，都发出那个放屁的声音了，都只有气体而已。没有，那些塞到的气体都挤出来了。哇，是的啊，这里两倍勉强可以啦。啊！啊！吃饭啦！哎，不是哎，跳到这里是几乎是重跳哎，啊！啊！来了，来了，让我当点了麦当当 ，W W W。要下次生日，那如果是开到下次生日也是蛮厉害的。开下次生日，我是可以早退休五年，你知道吗？才五年而已吗？不止吧？五，其实算一算，好像五到十年了。优一，我听到有人的了，哦哟哦。一个投资四亿就没了。那就不要乱投资嘛，是要想啊，真的，我们到时候做这一行能做多久，对不对？先存个一笔钱，到时候要投资什么的，开一家早餐店啊，不要早餐店，宵夜店好了，早餐我爬不起来。然后去买个小餐车，在路边卖蚂蚱。为什么餐车是变蚂蚱？餐车蚂蚱也是餐。吃东西没错啊，也是餐啊。好哦，嘿，笨女巫，等一下，这女巫，等一下，这是，这正常吗？你是不是中了女巫的那个落穴？对，那个是错的，你要跳过去。女巫的那个落穴也是要跳过去的。那女巫是狂丢，砰砰砰砰砰砰，要死嘞！对啊，把你丢要死啊！怎么可不可以偷假波？看那波呢？啊！你不要投，你要投，你们投资我只会有去无回而已，只是投资失利而已。不是投资我也是啊！不会啊，投资他就不会啊。那不会，不会啦，他既是稳赚不赔的人呢。问题像气球，你知道肚子快爆了，你知道吗？再存下去就不行。那、啊、爆了就大家就可以分红啊！不是爆了死掉了。他在第几的？哪里呀、啊？正在第几？哎、欸，哦，已经有前中间有几个人超过我了吗？所以我排名被挤下去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哇，这楼梯。优一在思考了，哈气 WWW。优一，别走迷宫哎！我花比较久，不是跑酷，是在找路。这样是不是？大不要！好啦好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有一耶！今天白开。蓝鱼盟，可惜。你确定是只有今天吗？昨天呢？嗨。这里吗？哎呀！
W cube。哪里在哪里在哪里？这里这里哪里哪里这里哪里？哈吉安安现在从头开始追追得上吗 ？XD 老师安，各位安老师、啊、可爱老师忙 XD。早安早安。老师，我再帮你上香一次 XD。现在追来得及啊，可以肯定追得到的，没问题。肯定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他们都慢半拍是怎样？应该可以。完了，赌徒模式开起来了。W W。我在那里？我是谁？哎，短哟哟哟哟哟哟。哦 ，Three Diamonds 啊，白痴陷阱。还没有哎、欸，啊，是故意的，故意的，故意的。哎、欸，是吗？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哎、欸。哦，这里会卸掉矿车哦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按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走，这是对的。就在门上面。这个lag真是。上来。噔噔噔噔。这里怎么感觉不太对？应该是往后吧。我的耳朵又被吓到了。哎呀！那里怎么会有东西？哎呀！哎呀！那上面还有路。我说不对啊，这跳不上去啊。嘿小，嘿小，嘿小。哎呀呀呀呀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那个啦，那个。我也手痒痒的。啊！优一是大干爹吗？下去。这不是不是不是，啊，要往回跳啊！对，我在干嘛？还没，尴尬之笑啊！跑错了啦！这是哪里？上来，跳跳！对对对对，嘿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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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十七啊！成就达成，被蛇蛇蛇，什么没有死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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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的十倍啦，外气外气笑啦，啊！不会啦，是那个，没有十那会有一百吗？不用记说送了多少啦，要啦，你就送出去就好啦。啊，不好了！好啦，不好了，送一下嘛，买啦，好啦，送一下嘛，不要这样，送一下啦。哦，这里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这里发生什么事？这是干嘛？这是哪里？精神？从哦不，从这里开始啊，从最好、啊。与矿车赛跑。矿车赛跑是？整个重来哦！我的天。
前面带路还带走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陷阱啊！哈哈哈哈，这张图真的是很多陷阱，很坏，坏。他没有十倍，那来个一百倍好了，可以。不行，一百倍没有零 zero 没有。我冷静。这要干嘛？这要干嘛？这。运不好啊，就别硬抖，真的，那个运气不好就飙了。运气不好，一次没成功就来第二次啊，第二次没成功就再来第三次啊。啊没有没有没有。可以啦，总有一次会中的嘛。没有没有。对。哦，关门了。哦，虽然时间给的很充裕嘛。我不是句句，安安生气。你不是句句，你是硕硕。硕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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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硕硕。硕硕。www。W W， 这个是你们的脸，你们的脸，好好看，你的脸好好看。你为什么走出去了？我要换走，走就走出去了，怎么回事？季季，抱歉，只剩不要走出场啊，走出场不行啊，违规哦。没事，小心点，存着就好了。优一季季在笑你啦，是不是该误？刚有只青蛙经过。青蛙经过，说个经费来决定今天的宵夜，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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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刚那个动作，我想到某种发电方式 X？ 经费用完了，没有经费了。影院经费用完了。你怎么会飞了？Hello， 影院经费用完了。在 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好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跳哪里呀、啊？啊，这边是。喂。重新感谢珍重再见。没问题啊，你们是室友吗 ？SCP 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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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、啊、丢给我也是，反正是都是室友，所以丢给谁都一样。所以丢给月月是一样的，对，没错，月月说的一样的，对，所以丢给月月吧。所以丢给哈基也是一样的，大家赶快打开哈基。没。现在丢给哈基那边比较实质的效果，我直接丢到我这边就直接被我吃掉而已。你看我这，他会吃掉，我还是不会吃掉。你看你这边比较好。丢到哈基那边他会吃掉之外，还会加时间。没有。你看赚呢、欸。我会拉出来。别吵了，两个亲手一起。没关系，那你从你那边开始跑，我看我能不能追到你。应该很难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金字塔，金字塔，这是哪里？没关系，那你从你那边开始跑，我看我能不能追到你。应该很难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金字塔，金字塔，这是哪里？你上跳下去的意思吗？哎，有缓降哎，哦。
跳关吗？这个不去。又想跳关。整天都想跳关。能跳尽量跳啊，他们跳一跳到一百，直接结束，爽。没关系，那你从你那边开始跑，我看我能不能追到你。应该很难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金字塔，金字塔，这是哪里？你上跳下去的意思吗？没关系，那你从你那边开始跑，我看我能不能追到你。应该很难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金字塔，金字塔，这是哪里？你上跳下去的意思吗？有缓降欸，哦，哎呦，可以跳关吗？这个不去，又想跳关，整天没关系，那你从你那边开始跑，我看我能不能追到你，应该很难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金字塔，金字塔，这是哪里？你上跳下去的意思吗？哎，有缓降欸，哦，哎呦，可以跳关吗？这个不去，又想跳关，整天都想跳关，能跳尽量跳啊，他们跳一跳到一百，直接结束，爽。啊，这个有什么第几关写第几关？好像有欸，二十六。右边啊。哦。好哟。哎呀！我右边怎么没看到我自己啊？嗯，没有吗？应该有吧。右边没看到我自己啊！哦，有了，第二关。啊，我怎么才二？哦 ，tab 是秒数啊。哎、哦欸，好了，跳下去。这里是哪里？啊，这里。啊！人烫熟了。前面的带路没带好，他刚提醒我那边要跳这边，他不是跳那边，可恶！哦，带路要讲啊，要讲出来是这样，别人才知道